天运庚子年十月初一日，东就无极正道院，南天直辖古庙明正堂，阮有杂志社，起见恭送经典礼仪训练暨竹鸾著书，恭向无极太上皇母大天尊、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愿尊皇帝饶足、主席观恩师暨众恩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还乡。请全体向外，无极正道院，南天直辖古庙明正堂，堂主王福少茶，代理正副堂主正蓝下生、善信真等，恭向无极太上皇母大天尊、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即周天圣神仙佛菩萨行三圣香礼，主祭生陪祭生献敬香，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全体向内。再传香，行三上香礼，一上香，祈求无极正道院南天直辖古庙明正堂，神威显赫，香火旺盛，阮有杂志社善书普化十方。再上香，祈求天风普照，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虔诚祈求上苍化解宇宙无常之灾劫，世众安泰。三上香，祈求参加人等法喜充满，吉祥如意。再顶礼，全体献敬香，恭送无极皇母唤醒天经，请传经典。观经赞，天经赞，
请堂主队长就位。Thank you.
正鞠躬，三鞠躬，礼成。Thank you.
们是58年创立，鸾友杂志社是在草屯惠德宫哦那边在发行所谓的惠德宫的服鸾的圣训。那当初草创之期，我父亲哦王义汉先生他是创立一份工商时报，然后里面有监涉到一些鸾文，为什么会取名鸾友？鸾就是服鸾的鸾。鸾友就是要串联我们所有鸾友的友情，透过这些鸾文将鸾脉的思想而发扬光大。这一段过程其实也蛮坎坷的啦。那自从我们的老堂主王义汉先生从惠德宫离开，然后就是到我们台中颇具知名的一间鸾堂圣贤堂那边帮他们，也是利用我们鸾友杂志的刊物在发行，帮圣贤堂那边的道路都上了轨道，然后就又搬到一条就是说以前叫做卫道路，搬到那边去，就是开始了我们鸾友杂志的孵化。信众是越来越多，恩主就说应该把我们的鸾路再拓大，后来又找辗转的找到我们现在这个无极正道院的现址，那时候已经到了民国73年左右，落成是在民国78年，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就慢慢的把我们的鸾路再这样子的发扬光大。我们鸾友杂志就是以儒为宗，以神社教五庙明正堂的宗旨也是这样子。我们的鸾文主要阐述说最主要的四个字，忠孝节义，就是我们观恩师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借由鸾友杂志把我们所有服鸾的圣训传遍全台湾，甚至是海内外。鸾友杂志在宣扬这些儒家思想的过程里面其实就像说每一个人的贵人一样，那当你在失落，那当你 在不如意的时候，偶尔看到在庙里面还是路边有什么地方可以拿到一本书，然后你就翻翻看看，说不定你在中间就得到一种启发，那间接的就改变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对啊，有心了后奇怪，因主持是讲啊期待啊，啊期待这个应该不是想太奇啊嘛，医生讲啊要催生啦，我请教因主持讲未使啊，我住院生。哦，我住院生，哎，住院生呢，就去三科了后，已经二楼了。二楼哦，因妈妈去，吼，头啊，坐啊，就等的时间，医生讲啊，俺差不多未使啊，要出来做三排，未使，从我都开始起脚起滚，痛到站袂住，拢爱跪了，跪了涂跤安尼，就跪到墙啊跤，要拜三排，了后就等。佮他来接，接了佮有几出啦，伊佮开始好多来加温听，加温听，听下佮赞美，啊是爱跪了，那就当家己跪了啦，跪到唔白哦，佮白他靠，佮拜，叫小天，佮拜，伊做嘛嘛唔知安怎，伊嘛唔知安怎，佮佮爱听下佮安尼靠我多几遍，连续几天三拜，三处，哦三处诶，听下安尼赞美。他们病毒然后就拜上了，还能看我要看你，那很顺顺，但是要以前有接触的顺顺。七八年前，我们政府方面就是有提倡，应该要把关怀据点地区化的一些活动，那所以说，在七八年前我就去申请这一项的慈善的活动，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见到说我们长辈，我们这大坑地区附近的长辈，每逢星期二四，都会来我们庙里面，然后我们会聘请老师，然后中午运用大众的一些资源，然后煮一些素食，让我们这些长辈们享用。那当然，长辈们来到我们无极正道院的慈善基金会里面，除了说运动强身以外，我们还渐渐的训练他们成为是一个志工，而不是说他们是老而无用，其实不是的，老而更有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每星期日到堂里来就开车，有时候
从台北开始开到这边来的话，三个小时游了。来这里算感触蛮多的，是。哦，来这里修身养性。哦，本身的话就是练练这边的经文呐、啊。哦，自然而然无形中就世俗了。来了以后呢，发现其实有很多，我觉得都我们可以参与得到的，包含是我们现在的在里面当笔录生啊。包含庙堂里面的一些庙务的一些，包含什么任何事情的需要，我们人手我们都可以尽一点心力。我就觉得就是来这里付出。那时候有看到一本经书，它的书名是《无极皇母唤醒天经》。是。那我就看了后面的，我就翻了下它后面的地址，我就把它抄起来。然后我就在那一天，那天还下雨，就骑着摩托车找很久，终于让我找到。哦，原来这一本经书是在明正堂做的，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大家拢真好啦，大家拢足够我拍过，我呢在八年啊，真好。再叫人啊吼，无事我的囝甲孙啊，足好诶，足看顾我。即马平常伫运动，我感觉请这个老师来观察足好诶啦，就是拉筋的，还有泰森仰肌的，拢足好诶。拢啊，所以老师本来阮拢未晓安尼，看拢无，即马安尼淡薄啊，一丝仔会晓啊，安尼足好诶。感觉咱基金会这边哦，啊，强仔老师实在是真用心安尼啦。目前恩师给我们的指示是说，我们台湾地区啊，我们现在后面那边有只种园林园，那园林园土地是越来越少了哈，那但是我们要帮山众照顾的树枝越来越多。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再新建一个凌霄宝殿，柬埔寨那边还要再新建那边的道场。30多年前的因缘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正式的要在我们柬埔寨那边把我们的儒家思想带过去，开始教化他们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软有杂事，但是一些精神普化的东西把它移植过去，然后渐渐的我们会把它翻译成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文字的部分，从小开始教育他们，所以我们创立了一个中文学堂在那边，也希望说日后我们能够把我们软有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孝节义，真正的把它普化发扬光大，到我们柬埔寨的居民能够了解说，我们恩师的伟大，软门的普化的事件是怎么样下去进行。来遮啦，遮着运动做迄落袂歹啊，大家来熟悉啊，开讲啊。他无论哪一个经络都帮你做到，真的很用心，超用心的。人生的生活的目的啊，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从这边呢，给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在台北看到我们本堂的志工去流通善书，在这个因缘机会下看那个善书，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按照地址就来了。我觉得身为台中五级五庙明正堂的銮下生是一个荣耀，所以我很高兴。不管是堂主或者是副堂主，师兄师姐都非常的关心，对，所以帮了我们就是很多的忙。